美国线性 AudioQuest Niagara 开发总监 Mr. Graf Pau 先生曾经讲过，要打造一套出色的影音系统，是必须由市电供应开始着手的。随着 AudioQuest Niagara 监听级电源处理器的出现，影音发烧友的系统将可以获得完善的供电配套。净重超过80磅，拥有不少专利注册的 Niagara 7000 面板不但只提供总电源开关，还有两组断路器和接地故障断路器重设的按钮，亦同时装有过河电压和操作指示灯。机背设有六组自家制 NLG Edison 美式双位导引电源输出插座，其中两组隶属高电流输出组别，将会配置瞬时功率修正和低阻抗功率修正技术。至于另外四组被归纳为低耗电量供电组别，将会经由两枚对称功率隔离变压器进行深层的净化，加上超线性噪音排放系统配合，令非线性失真大大地减少。以上六组电源输出插座将会全数搭载 AudioQuest 专利回路噪音排放系统，将噪音干扰到离。除了 Niagara 7000 之外， AudioQuest 还推出了另外一部机身体积与面板极为相近的 Niagara 5000， 机背同样提供六组对应专利地回路噪音排放系统，自家秘制的 NLG Edison 美式双位导引电源输出插座，其中两组高电流输出组别的插座亦加入了瞬时功率修正和低阻抗功率修正技术。而至于专为数码及模拟音源器材而设计了的四组低耗电量供电插座，就交由机内的超线性噪音排放系统直接进行噪音净化，为用家营造静如深海的播放背景。除了 Niagara 7000 和5000之外， Niagara 系列还有先前曾作介绍的 Niagara 3000和入门级的 Niagara 1200。如果大家对 AudioQuest 全线 Niagara 系列有兴趣，欢迎来到威达公司网上商店选购。请大家订阅、赞好和分享我们的频道。多谢收看，下次见啦。